本委员会还有数位的哈。主席、与会人员啊，有请部长。有请司部长哈，是不是便当给他发？哎，没有哈，好，今天没有便当哈。啊，经委你好。啊，部长辛苦了。我应该的。啊，有关于这个啊，今天这个议题哈，啊，我比较关心的就是土地方面的，啊，关台电啊，包括中油、台糖、台水。啊，当然汉翔这个地方我是不清楚。汉翔的所有土地是国有，它是租用而已。对，汉翔没有这个、啊。它是租用。啊，所以这个四个啊国营事业哈，台电、中油啊，包括台糖、台水，啊，现在所呈现出来的，现在目前他们统计的啊这个土地啊使用的面积，啊，实际上我看了之后呢，啊，在我看法应该不止啊，应该不止。不会的啊，不晓得啊，部长的看法如何？我跟委员报，应该这都是经过查核过的资料哈。是最近查核过的资料。资料应该不质疑了，我相信。啊，我个人认为啊，应该不止的原因哈。啊，当然我有我的理由了。OK， 请说。啊，因为我是从基层上来的啊，过去我们也处理过很多的有关于国营事业方面的土地哈，跟这些老百姓的一些纠纷的问题。啊，所以我今天我看到我就请教我们，先请教我们台电好了，好，谢谢台电，我们请台啊部长你李总经理，好，谢谢啊部长你回座。委员好，我刚才之所以提到这样的问题哈、啊，那总经理，啊，现在你们台电所呈现的这个土地的总面积是啊4189公顷，是，我认为应该不止。啊，因为这个是你们是正式啊统计的，啊是这个样子。实际上你们在使用的面积哈、啊、应该不止。我的看法是因为所有的土地大概都有清点过、啊，而且账面上都已经有它价值的登录了，应该是。对，这是登录的了。是。你们还是有很多没有登录的了。嗯。啊，还是有很多没有登录的。啊，这个大概都在原住民地区啊，都在原住民地区，因为我们过去处理过很多这样的事情，啊，当然你们可能也做过清查，对，啊，这个现在你们有一些都是使用，我刚才一再强调说，你们现在所呈现的是你们实际已经登录的了，对对，有些可能是使用，啊，你们实际在使用的不止了，我想总经理应该知道了哈，有些使用权的，哎，有使用，现在实际在使用的不止这样，对，这是登录土地国的部分。当这个我们啊铁塔啊铁塔这个书店的这个铁塔哈、啊，是，在原住民地区在山上相当的多，非常多，啊，应该也是啊，我们台电应该也统计过，但是啊，现在你们已经啊取得这个土地的哈、啊，跟没有取得土地的有没有清查过这样的问题？我不太清楚。现在是台电的基座的部分。我的意思说，这个有一部分的话，我们是取得永久使用权的，有些是已经有我们是取得土地的，它是有两种的处理方式。对啊，啊，即使这个应该都要取得，都应该取得使用权啊。是，那都这部分。因为你们也没有办法放那个像这个基地啊，就是基座哈、哦，电台这个基座没有在租用的。是，我是说，就是那个你没有在给租金呢、啊？我们会取得永久使用权，或者是用这个用购买的。对啊，现在大部过去现在处理过的很多了。对。啊，是有架构的了。对，没错。有架构，然后把它重新变更，你们还要变更第一幕了啊、哦？变更第一幕是因为大部分都是都在林地，都在林地，要变更这个第一幕。变更完毕以后要变更所有权呢、啊，变成你们，要变成你们台电呢、啊。过去发生的状况就是，哎，有补偿，那个基座哈、哦，那个基地的基座是有补偿，是，补偿完毕之后啊，没有变更，没有办法，因为变更的手续可能是有相当繁杂，是，啊，没有变更。啊，租期你们向老百姓租的，但是无偿的租的啊，
啊，租期一到，以前的租期都是无偿的嘛，哎，根本都是那是无偿使用嘛，啊，所以有补偿，因为我们是取得永久使用权，是有补偿。好，有补偿哈、哦，是有补偿没有错，但是使用权一到，你就等于是租用有补偿，时间一到你没有变更，他租期大概都是九年嘛，大概都九年，对不对？你比较了解，你是永久使用的，不是租的。对啊，是永久使用的，不是租的。对，住的是九年啊，九年一到，结果你有补偿啊，结果你没有变更，到时候纠纷就出来了。不单单是啊，这个总经理可能对你这个业务可能不熟。是。所以我就提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你们的土地一定要做一个彻底的清理的。是。像这个基座，电塔基座那么大一个。啊，占的面积也算不小，你们大部分都有在处理，但是还有一些没有申请，你们就不管，因为这些原住民的乡亲啊，过去都是啊，政府要做什么啊，你们跟他们讲说这个政府的大建设，他们就没有话讲，好，就让你盖。盖了之后，他们后来慢慢了解，他四周的这些耕地都受到影响啊，甚至他的林地受到影响啊。啊，所以你们经过补偿之后啊，初期一到你们没有变更，他们还是要要求。啊，这我还是要要求。他取得耕作权之后，取得所有权。所以，不单单是这个那个总经理，因为你们现在一边研究啊，一边在回答我的问题哈、啊。我想我在这个地方也是凸显这样的议题哈、啊，希望你们能够彻底啊做一个清查，做一个清理，不要等老百姓申请说啊，我这个。土地造成这样的损失，你们才下去跟他们这个沟通，应该用一个统一的标准。现在你们都已经有一个标准嘛？有，我们有。对啊，有一个标准啊，那你主动把这些所有的盖在原住民地区的所有的基地的那个电塔，要做统一的做一个处理啊。还有很多没有处理。是我。啊，再举一个例子，啊，再举一个例子。连变电所哈、哦，连变电所都有几十年前哦，二三十年前补偿过的，有电那个变电所，啊，经过租期一到，哎，原来土地还是在老百姓的手中，公所不同意，啊，继续让你们租，又进一步来谈，谈的结果，你们还要再一次的做一个补偿，然后再正式做一个取得两成的补偿。这不是很浪费吗？啊，这不是很浪费吗？啊，所以我们台电呢、啊，真的很多的事情，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怀疑，这些在执行的人到底的执行能力啊有没有问题？变更也不变更，租期一到，老板就说：“哎，土地还是我的，啊，我现在租期不让你不继续租了。”不继续做，你们要再一次谈，又要赔一次，又要给他们那个补偿一次。所以现在的情形，我想哈、哦，我刚才之所以讲说你们的土地不止这样，啊，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另外一个啊，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台电这个地方哈、啊，啊，我们也是经常在提，也是经常在处理公安的问题，是公安的问题。这些劳工哦，啊，在做这些比较吃力的，那个爬那个电杆啊，修电线啊，这些大部分都是啊，这些比较辛苦的啊，也是我们啊原住民的乡亲相当多。但是我们始终觉得说奇怪，等到发生事情之后，我们发现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始终没有办法改善？这个转包的问题，总经理应该知道吧？转包的问题啊。我们层层转包的问题，现在只有分包没有转包，现在只有分包没有转包，是原则上来讲不允许转包的方式，对，不允许转包啊，但是还是有这样的问题啊。你们现在对策在哪里？对这个转包你们是怎么做？还是啊，你们现在是按照你们的那个现在那个发包的方式去处理，那实际上下面到底在怎么做？你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们还是针对这个承揽商的部分去要他去按照所有该合乎规定的一些公安的作业的方式来处理，包括他的机具设备，包括他的作业程序，包括他的现场施工的一个状况，这都是在我们依照合约在执行。但你们现在是依照合约在进行的，他们认为他们这样做层层转报，他们也认为他们这是合法的。那是不行，如果这个有经过检举或者什么的话，这个是还是要受罚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将来发生问题的时候是也没有健保，也没有劳保，也没有投保，意外险都没有投保。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如果进入我们公司要工作，原则上的话都是还要去看他的工作证。他分包的情况一定看他的工作证，那工作证的发放之前，一定有关于他的劳保这些问题通通必须要办妥的。但是这个公安的事情发生这个事件之后，不管是受伤了还是死亡在协调方面造成我们很大很大的一个困扰。所以我们希望说，不单单是台电但是台电发生的那个几率相比较大。是台电的工作是因为比较危险性，就危险性比较大。对，但是这所以像这样的问题应该是要特别特别的这个严格的来做一个审查。是的，不能就让那些获利的或是没有执行能力的不需要负担企业责任的需要一再再转报的一些营造商来承包这样的工程是，如果造成这些劳工一点保障都没有，获利的这些就是这些那个营造商，根本没有执行能力的营造商。因为我们按照规定，要来投标的电器的承揽商，他必须要是政府核定他的是甲级承装业以上的，才可以来做。那甲级承装业它有一些规定，有一些设备，有一些技师，有一些电匠等等，它有一些合乎条件以后才能够来办理这个招标工程。你们总经理提的都这个都是对的了，是，但是也要严格执行的。是，我们都有在要有效率的执行的。都是他在承包来投标的时候，我们这部分都会经过审查。包括他的机具设备，在他得标以后，必须要所有都要具备。希望你们能够转达这样的不单单是我们台电总公司这个地方了解这样的程序，下面的通通都按照这样去执行。是的，都是不要让我们的这个本土的劳工白白的在那边流血。是，因为我们这些都是按照采购法的程序，必须要完成这些基本的一些条件的。希望不要再有这样的情形发生。我们也不希望这种公安。假如有这样的事情再发生，还是这样层层转报的转报的话我想总经理这个地方应该要负很大的责任。是，谢谢，谢谢我。